走，走，嗯，哎，快走。哎快走！哎，走！哎呦，李副官抓了个奸细，带到唐波。哎，哎呦，快走！慢点，走！哎，走走！哎呀，嗯，哎，你什么人？来找我有啥子事？哦，您就是崔团长。我呀，找的就是您。来，抽支烟。有话快说，有啥子事情？报告团长，我是来投奔您的。投奔我？我听说崔团长您在招兵买马，所以我就来投奔您，跟着您呢抗日打鬼子。打鬼子？啊，嘿，不过呀，我得有个条件。啊？你还有条件啊？嘿嘿嘿，其实。这个条件对崔团长您来说也不算什么。有啤酒房，啥子条件？嗯，给我个中队长当当。中队长？啊？啥子中队长？中队长就是，中队长，管20个人的。你个龟儿子，啥子中队长啊？是排长。老子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，不是游击队、土八路啊！啥子中队长？对，今天还是炖萝卜。是，就是排长，就是排长。你龟儿子来投奔我啊，还要提条件，凭啥子哦？凭啥子？啊，凭我的本事呗。你有啥本事哦？嘿，我的本事，我的本事可大了。我呀，会武功，能使双枪。还会爬火车。哦，你还会爬火车？当然，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。李副官，有，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。是，下去吧。是。你既然也会爬火车，那么这件东西你见过没有？嗨，这有啥稀罕的？这是剪子骨。我知道这是剪子骨，我是说，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种剪子骨？爬火车用剪子骨？嗯。有用改锥的，用刀的，用钳子的。可是用剪子骨，想不起来了。团长，你问这干啥？2年前，一位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。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啊。团长，你放心，这事包在我身上。我道上的朋友多，都是吃两条线的，我呀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打听出来。好，我给你个排长，啊不，给你个连长当当。谢谢团长。王虎，哎，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？召集齐了。哎，弟兄们，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啊，就是国军。正规军了，这名分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。六子哥啊，不是连长，连长，咱们这就算国军了。你说什么？现在也就你有根枪，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。去去去去，是啊，老头的话还没说完呢，插什么嘴？我告诉你啊，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。嗯，是。弟兄们，别看咱们现在枪少，也没军装。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，蒋委员长已经给咱们发下来了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。哦，哎，现在咱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。哎，都给我正经点，都国军了怎么还吊儿郎当的啊。老子开始任命。王虎到。
你小子给我当一排长。狗子，二排长。是。还有你，给我当三排长。啊！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就你们十几个人，连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。你们呀，都去跟老子拉人去。哎，那怎么拉？你小子要是有本事，能给我拉来一个班，我让你小子当班长。啊，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，我让你当排长，行不行？好，帮我拉人去。不，你小子又想说啥？连长，你现在是有枪啊，还有队伍，不过还缺一样东西。缺啥？压寨夫人呢？夫人，哎，都给我听好了啊！以后碰到漂亮闺女，就给我拉来，给咱连长当压寨夫人。你小子少跟我扯淡，老子心里只有蓝妮儿。哦，都给我听好了，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打听蓝妮儿的下落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带大伙儿先练枪。是，走，领枪。走，走，走。蓝妮儿，你听说了吗？田六子现在投靠了蔚山岛上的崔团长，也拉起了一支队伍。他呀，和彭亮较劲呢，我才懒得搭理他。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？瞎眼骡子瘸腿马，走不了正道呗。连长的心思呀，就我知道，是吧？是。哎，哎呦，那不是蓝妮儿吗？是吗？过来，我现在回去报告咱们连长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你们给我顶好。哎，好。连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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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开枪，别开枪！我说你小子不知道喊报告？哦，报告，站好了，站好了！我看见压寨夫人了。啊？啥他奶奶的压寨夫人？去去去去去！不，哎呀，是蓝妮儿。啥？蓝妮儿回来了？是啊，就在湖边，我看见了。你啰嗦什么？还不赶快带我去？快走！就是。蓝妮妹子，是我，别怕。干什么你们？田六子，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放下蓝妮儿！蓝妮妹子，哎，妹子，哎，让你受惊了。哎，妹子，你听我说啊。哎呀，妹子，你干啥呀？你混蛋，田六子！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不干什么，我。妹子，那你说你离家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这师傅和你娘多担心你呀。师傅给你捎了那么多次信儿，你也不回来。这次我好不容易碰上你了，我就得把你送回家去。回去就回去，回去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？哎，妹子，妹子。你离家长了，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？哥哥，我现在是国军的连长了，国民政府的正规军，比那铁道游击队的名号大多了。哎，彭亮那小子不就是个中队长吗？管着20个人，我现在管着21个，我比他多一个。哎，列队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列队，快快快快快快点，快点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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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向右看去，你小子不知道哪是右啊！报告连长，列队完毕。啊。都给我精神点啊！下面，请咱们的蓝妮妹子检阅检阅，给咱们训训话。你们大伙儿都给我精神点啊！好。妹子，请吧。
妹子怎么样？就这些歪瓜裂枣啊？啊，这，你别说拉上20个，你就是拉上200个，我照样不会嫁给你。哎呦，哎呦，妹子，妹子，兰妮妹子，你咋说话不算数啊你？弟兄们，走，跟我找酒宴评理去。哎，走走走，我说你小子不会慢着点？哎，慢点慢点，快走。